哎呀，好的，好好学习哦。来，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大点声，叫什么名字？格桑德奇。要好好学习哦。你叫什么名字？啊，这个是送给你的。Give me five。巴东江座，我叫格桑金梅，今年11岁。我叫索乃金增，我今年是11岁。我叫庄乃季，我今年11岁，我是3年级。我叫丹兹江增，我叫次仁多杰，今年11岁了。我是德子学珠，我今年11岁。那你有什么想法和心愿吗？我喜欢打篮球。我最喜欢跳绳。警察。想当警察。足球。最喜欢的运动是篮球，我的球星是库里。是是的能安走白玉的白玉刚中中摩眼刚中中摩眼我那刚离我摩就那刚离我中